我们看不见他了，我能看见。那你可把他盯紧了，他要是借着这个机会跑了，以后我回去可都交不了差。 枪啊！这他跑远了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哎，我让你打洪子杰，你打什么日本兵啊？啊！我要这么打，用不着你叫我。 你怎么交代？徐队长，站上说丝毫不能放松警惕。 下山，人手不带呀，装备也不一样，不像是一般的重兵，像是德军司令部派来的警备部队。 警备部队是到前线来干什么？大任务要来这儿，你在这儿藏好了，不能进去妄动。我得让车队去看看。哎，你一个人去？那你跟我一块去。 孙家干，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要你的任务，我有我的任务。你的任务就是背后放黑枪吗？你能保证他洪子杰不借着这次侦查的机会逃跑吗？侦查的命令是我下达的，只是完成任务而已。我告诉过你，洪子杰是我的兄弟，就算他跑。 这一枪也轮不到你开。洪队长还没回来？没有啊，他不是跟孙主。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，秦队长？
你现在还相信洪子杰不会跑吗？什么？洪队长跑了？我去找找。完了，你还是赶紧想想，回去跟专员怎么交代。 洪队长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洪队长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以后能不能不要擅自单独行动了？是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这次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。我们赶紧回去把这个情报交给顾师长。 至于他怎么处理，那就不是我们考虑的事儿。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就往回撤了吗？这任务完成了，不回去干什么？你怎么想？我听你的。你们这什么意思呀？ 你们不会是不想撤吧？这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这还待在这荒郊野岭干什么？你们军统都这么贪生怕死吗？我这叫以大局为重，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情报如果耽误了，耽误了大事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你们两个都安静点。我多说八卦。 我仔细侦查过，目前附近还没有重兵把守，风险不是没有。但这样的风险，对于你和我来讲，不是第一次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不，你们俩什么意思呀？炸宁山桥。啊？